安播足球快讯，2022年7月22号，拿波里基本敲定祖云尼、斯蒙尼。据共和报报道，拿波里基本敲定祖云尼、斯蒙尼，双方将签约5年。祖云尼、斯蒙尼将得到160万欧元嘅年薪。报道讲，拿波里而家已经敲定咗维罗纳前锋祖云尼、斯蒙尼，佢哋已经同祖云尼、斯蒙尼倾好咗一份为期5年。年薪160万欧元嘅合同，而且拿波里同维罗纳之间亦已经基本达成协议。维罗纳嘅初始要价系2000万欧元，然后降至1800万欧元，而拿波里嘅报价系1500万欧元。一旦安祖亚比达拿离队前往蒙沙，拿波里就将尝试完成祖云尼斯蒙尼嘅交易。祖云尼斯蒙尼同维罗纳嘅合同2026年到期。上赛季佢为维罗纳出场37场，贡献17个球同6次助攻。多谢你嘅收听同支持，记得要赞我哋嘅短片同 follow 我哋嘅频道。